打台风，天气冻冻地，又落雨湿湿咁样。最啱打煲啦！老北京铜锅涮羊肉，我有食过铜锅打边炉，但我冇食过咁原始嘅铜锅打边炉。佢唔可以好似我哋平时咁样揿掣控制火嘅大细，佢控制火嘅大细系靠呢一条烟通啊！肉眼检测佢呢个透透地嘅肉汤啊，系冇加佢嘅牛羊尾脖，一半系羊，一半系牛嘅。铜锅涮肉的方法，边抖边涮。呢、这个杨女士正，走啊，拜拜！我觉得喺广东系好难揾到呢只酱噶，佢里面系有我啱先加咗嗰个做车花啊，跟住仲有麻酱，仲有腐乳啊，佢嘅羊肉好皮啊！哇，好香啊！我觉得佢有阵奶味啊，啲羊肉风风滚滚咁样食，围住个铜锅，软粒粒，嗯，好平啊，5蚊鸡一串。真的好吃，它的肥油是外面有些焦窿里面爆油那种，好香。老闆诚意邀请我一定要试试它啖汤。老北京羊蝎子好出名的，它是羊的脊肉，因为它是老过的，所以它的肉是红红地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中间有它的羊骨碎？嗯，里面完全是老过的了。但我觉得单食真的有少少酥，我觉得系要饮啲腐乳。嗯，还是要蘸酱啊。